我见过你，以后不准要跟我同款的衫。我回去要给遐所有衫拢弹掉，较免互人误会。我会跟公家你同款卖。出来哈！你给我倒来哦！你拄则开车，差一点仔跟我弄到，你一句死咧拢无呢，即马我讲一堆的，给我糟蹋。你这还想到搞呢？我可能拢是实话啊，那是糟蹋，而且你莫袂记得哦，是谁替你摕着你想要订名牌包，还佫伊袂挂号？ 我家电我面头前大细声，闪啦，莫砸我咯！哎啊！出来吼，若不是因为阮姚母，甲你还是隔壁兄弟，我无可能让你家己吞忍啦！你莫真正掠准讲你是甚物口角在上乱呢？彭姚母送什么兄弟？微信讲对伊遮尔好，唔然让伊阮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，佫伊真侪标案。结果呢，伊煞抽走阮圣巴集团总部的预定地。彭姚母，伊真正是无违背的孝人。 你是有白讲啥？姚母以后，我就做到大兄呢，因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哈？原来你阿公在伫外口做生意，你拢唔知哦，听说吧？你真有够悲哀！就算讲姚母真正安尼做，嘛一定是有伊的理由啦。你也无想看卖啊？你顺发会当有今仔日，是啥物人来功劳哈？是啥物人来替你劳苦劳倦？唔只啦，干那遐坐伫办公室内底吹冷气啦！ 啊，唔过是阮姚母伫咧偷情，但你拼死拼活呢？你阿母一个工头，一个卖凉水的，若不是靠我甲姓姚，你敢有办法做啥物大事？你大事你有哩？哼，无你廖俊讲你话清高哈，所有人拢知影，恁家恁查囡下流，是用钱踢出来的啦，佮廖俊家己话了不起，真是笑破人的嘴。哎，是你啦，我唔是挑工的。 我来替你叫哦！哎哎，你创啥？谁叫你要来我孙丽豪？你莫给我打来这，上路新的嘞！哎，孙丽豪，你莫给我打来这，上路来清关的孙丽豪！哎，谁叫你？你跟我咧讲款嘞？安怎？你骗我？这是正品哦，提这多哦，啊？这届就是调羹的。 你是头壳歹去啊！我为着要捡啥，恁家己命拢卖。江佩阳，你是安怎又甲我调调调？你这军装哦，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哦，有病都去看医生，莫一讲到啊，咱咪疑神疑鬼，感觉别人拢在军装里要害你哦。无你讲啊，是安怎过去生活，过了这尔平静，怎么说一直拄着你这个贼啦？你若不是存心的，无是啥？ 搞来讲清楚哦！够啊！孙丽红，我看你真正是惊唔知咯。拄则你伫遮，甲别人的衫乌白乱搭，害人差一点要互车弄着时阵，我全部拢掀落来哦。你即摆安怎？想要对我动手是毋？好啊，来啊！你对我动手，我就报警，甲拄则画面拢传互警察看，也是上传去你顺发集团的官网，互大家看好清楚你的真面目。你搞我头去！ 搞我删掉！你搞我删掉！删掉！干屁哦！真正我敲电话，你敢会记哩？你人有要紧无啊？我看你的手拢破皮啊，敢要替你救救火车？唔免啊，上重要的哦是这些衫拢捡倒转来。到底是啥重要，还是人较重要啊？ 你这样有一人想法，我真正想无诶。我先替你消毒啦，较要你诶空喙哦，去感染着。你毋免伫遐惊好衰啦，我知影你诶心肝内哦，嘛一定咧甲我笑，笑我甲我捡这个衫，连家己诶性命拢无爱顾。不对哦，像阮这种出身家诶人，永远都无可能甲孙丽红共款诶啦。我无安尼想。
我是要甲你提醒，孙丽红唔是好人。你之前替伊担罪哦，伊一外头都甲你卖掉啊，还阁拄只，你差一点要互车撞到，时阵嘛就够有年纪嘞。迄个厝厝一直想要甲伊比，迄个到底有啥物意义啊？最后伊也唔是互伊利用完，就甲你一脚踏开啊。你唔捌啦，我若是互伊利用，想无我伫个贵妇圈还阁一个朋友呢，伊即马拢无爱插我，我就啥物拢无啊。 你的官僚实在有够奇怪，煞煞去。为着迄嘛是你家己的选择，跟我无关系。这哦，我都留伫遮，啊，要用唔用随在你啦。高维云，听讲你结婚啊，敢有想要生囡仔？各位计划，我看是甲大家大做伙，暗时无方便，才无法度生啦。伊伫无搬出去，是毋是想要欠钱买厝？ 傅总，哪会问这个问题啊？我关心员工啊，敢袂用诶？卖遮尔紧张哦，林美妍，顶边你伫问讲美丽家园敢有员工优惠，你想要买厝啊？这优惠名额遮尔少，EY KPI 根本就不可能。若是我讲，即马就有一个为天顶落落来诶机会，会当增加你诶 KPI 考级。 竞争美丽家园 Top Ten， 恁敢有兴趣？什么机会啊？副总，我刚刚听过的天顶落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，我想。高维云，你拢几岁啊？若是讲唔生，可能就真歹生哦。敢讲你无想要买一间家己的厝，甲另外两人世界，好好生一个囡仔？ 像恁这种小杂草，恁的人生是会有几届着种的机会？敢讲恁无想要好好把握？这是小春在做土地价格评估的时阵，伊伫炸伫辛苦片的笔记本。哎呀，你为什么？ 130亿，这是不是你写的？是不是跟大捷建设出的标金一模一样？这是我写的无唔对，我当初估计130亿，我唔呐写伫个笔记本顶管，我嘛伫个会议上不止讲过一届啊。我做土地价格评估，当然嘛爱写伫个笔记本顶管。那是照副总你的意思来讲。 安尼以后，剩发所有员工，若是要做调查、要写笔记，都是透过伊要对手看。你就有啥物会当证明我有甲这份笔记本摕予大姐建设过？高维云，你毋是讲你会当证明？进前小春去做土地调查的时阵，有甲方总监见面，两个人阁做伙掠着一个毒贩，后来。 小春受伤昏去，方总监唔呐送伊去病院，搁陪伊的身躯边一直到伊醒。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？就是曾妮副总去东宇办公室找钱的。谁讲？陈小春，你这个阴险的查某，唔呐叫惯着给我放脚，这哪够有名目了我？ 所有的代志拢会通啊！你讲我伫个家宴迄天，谢老代表互冠杰知影，就是想要暗讲你甲伊迄天有见面的事实。你根本就是做啥心虚，恶人先告状。我无，谢老代表对我来讲有啥物好处啊？因为你想要诱拐冠杰啊！你想要摆脱你的社畜人生，你想要麻雀变凤。啊，唔对，你连麻雀拢唔是，你就是上课的寄生虫。 对，这是金谷，金谷，再好你。陈小春，即马人证物证时间地点拢有啊，你阁有啥物话通好讲啊？喂，美颜，恁家真正认为我谢老
代表何方总监认为我反背公司，你敢真正无相信我？你讲你甲方总监是工会上的同事，即便干哪会讲公事？而且你讲你这手气，副总一定乱砍标价。好，你这就是想要攀龙附凤、诱奸报复。陈小春，你真正是蒙老兼洗口，无想要做选择，拢总落来呢。这些拢可能是推论，拢是间接证据尔，我都证明下。代志拢已经安尼啊，你会找我遮尔硬哦？好，袂要紧，我得用一个上民主的投票方式，予你心服口服。拄则你嘛听到证词啊，你是安怎想的？陈小春罪证确凿，需要立刻开除，替公司伸张正义。你知的，恁家陈小春惊想我，伊平常时做人安怎，心术正不正，也是讲下楼代表的代志，我敢有误会伊？若是感觉我无误会伊，赞成我甲伊开除的人，就举手。小春绝对无做反背公司的代志，一切拢是误会。不管你是误会啦，还是气会啊？喂，李冬雨，你替伊讲话，是不是你嘛是共犯啊？阿德利，你讲了有道理。伊甲陈小春的感情上好啊，顶爿买的定金嘛伫伊的身躯顶。我看这件代志，伊嘛有分。发毛？阿德利有证明啊？是要做证明？真简单啊，徛吊兵。自证清白，马德林，你今晚去人事室，叫伊把李冬雨停职，交予稽核部门调查，无查清楚事情，不准伊带来公司一步。不行，我袂当予停职。这着爱看你安怎选择啊，是要不平不替的干涉，还是徛在公理正义迄边？是安怎？我若是叫停职，阿姑会都无一通营销啊。不过我若举手，我的时间足宝贵，我无闲伫遮拖磨。好，若是有人想要做坏事，我着。陈小春，即马所有的人拢判你有罪，你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安怎？哪会不爱讲啊？你平常时毋是足够讲的？副总，我来替伊讲。臣妾百口莫辩。原来闺蜜情深，嘛只有安尼尔。马德琳。今晚就去人事走流程，今仔日就甲陈小春开除，让伊倒去吃家己。是。副总监，小春，你好，我还没讲。我知影你一定是有人逼的，你有恁的苦衷。啊，不过今晚我啥都无想要听，我嘛无迄个气来同情你。你先离开啊。我想要领奖金。小春，
关注你了。